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有请我们的中孔独中家教协会的合唱团为我们继续呈现他们的合唱的歌曲，分别是闪亮的日子啊，这首闪亮的日子非常的熟悉，是由我们罗大佑的词曲。那第二首歌是再别康桥啊，分别是由我们的徐志摩词啊，李达寿曲。那我们的中孔独中家教协会合唱团将会为我们演奏，为我们演唱，来分享这两首动人的歌曲。首先我们就邀请我们的指导老师谢润泉老师，还有我们的钢琴伴奏，他就是我们的李丽芬老师。现在我们就以热烈掌声来欢迎他们，掌声有请。